这边又是刚打卡利棒跳，这个江狗拖节奏，他这么强不就精英了？看怎么还没开打就在又在唧唧歪歪了，到底是怎样？每一场都这个样子你们是怎样杀父仇人是不是？每一场他妈的没有开打就在那边压速 KDA 1.879，中行是87，真的是他妈的87，到底在干什么？每一场都不能先进游戏之后大家坐下来好好谈，来我们一起心心念念认真打好这一场游戏，这样很困难是不是？很困难是不是？每一场他妈的都曹阳刚他妈每个都杀父仇人不共戴天，妈的一开始就要开始对崩，真是头很痛。等一下又有人要跳了。好像又快要赢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到没？我看，不要再吵架！我们刚那波打完，他们也可以吵你们到底在哭什么？我们打成这个样子，他也可以哭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好不容易打完一场了，你们到底是怎样？什么事情都可以哭是不是啊？哭馒头是不是？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哭到底是怎样？这些人你不要再那个好不好？心态不要再炸了好不好？不要再打架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再吵架了。来，大家东西 hold 平 you 哦。来哦，来哦，加卡利啊，狼嘞，滴滴。好戏啊，好戏！到底是打机器啊？你们就负责打字，都不要打游戏了。投，不打了，继续打字，都不要打游戏，好不好？你们爱打字，我们投降，你们去外面打字，好不好？这么厉害，看他妈的中打冠军，你们去玩，我不玩了，他妈智障！把抖都打赢了，会战你还要哭？妈的，好好打是会死哦！拜普莱萨普，借彩衣的100 bit。中路我可以带风向啊，做些事情啊。那我下路当然只能聊天这样子打，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不要再戳我了！我开台到今天，开台到现在还没有赢过啊！让我赢一场，我妈等一下要进来说，假设你怎么又不去学校了？我要怎么跟他讲？我要怎么跟他讲？我妈等一下进来说啊，你最后一场了，啊不是最后一场了，没有赢就不去，看他妈的！来，我今天就是他妈的跟你赌命的。我就是跟你赌命的，上课装进没有很必要，我就是他妈打到我赢再去，我赢再去，我赢才会去，谁敢进来叫我去上课，我绝对是直接厨师精英过去。我现在厨师精英举起来，谁敢他妈进来叫我去上课，我直接把厨师砸他脸，我真的他妈快受不了了。这小哥跳糖了10块。这种包皮要动手术，可是巨款我估计要87亿。要是我到明天早上还没赢，我就开到明天早上，我看我可以输几场。妈的嘞！我跟你讲，要是我可以一路输到明天早上6点，我召开。今天他妈的没有赢不关台。老师，对不起，再等我一节课。老师，再等我一节课。别怕，老师再等我一节课。我小胜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那个曾经跟你打招呼那个小胜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等我一节课，再等我一节课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真的快结束了，我这边真的快处理好了，老师，我很爱热爱学习，你知道我家胜，我很热爱学习，我真的很想上你的课，去你的课上玩手机。虽然说我们装进学生平常上课都在玩手机，不过我真的很想上你的课。谢谢 SIUBB 的30 bit， 干你娘！为什么每一场都要输？我想赢一场，老师，再让我玩一场，拜托，我要去学校了。老师别怕，今天老师有4节课，还有2节课，我们可以等。我先处理一些我的事情。嘉盛，这是你的重修费用。谢谢爸爸的1000块，1000块，哇靠！
我、哦、突然他妈的生龙活虎又起来，看课这种东西，爱上不上都是无所谓的，好不好？看白痴，好好打啦，输赚二而已，赚二买回去就有了，开玩笑，赚二，老子晶晶现在叫赚二也是合情合理，我现在跟生之嘎之同 level 而已啊，顶多这个样子嘛，还是会赢的啦，赚二对我来讲真的不是什么大很大的打击啊，妈的，哎，打得真的是好啊，真的是这一千块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谢谢大哥，看这一场还是要赢，再给我一场机会，再给我一场机会。妈的，我绝对是他妈赢给你看！这一场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场了。老师，拜托各位让我赢一场，我诚心诚意在这边给各位恳求，我给各位磕头，我给各位磕头，让我赢一场。我不赢一场，我真的不去。什么嘎吱？什么嘎吱？你们变嘎吱？什么嘎吱？怎么了？先把它变了再说。干嘛把甚至嘎吱变掉？他也可以在这台讲话啊？干嘛这样？小盛老师说今天提早下课，下大雨已经记你旷课不用来了。小胜救我，我被包进狗蛋咬走了。这良心的10块。卡兹，他面角吧，这他面角吧。哇，卡兹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卡兹。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。小胜，刚才老师点名的时候，我有跟老师说你去厕所等等就来。嘎吱，我爱你，嘎吱。我们现在站在同一条线上，我们现在生死与共。这场就决定我要不要去学校了。我8点，老师8点，我附和。嘉胜，你知道我嘉胜一定到，准时到场。所以是，今天是世纪大，要是这一场赢。我从今以后，我在我的实况上再嘴生之嘎吱，我跳楼，这一场赢。从今以后，之后是世纪大和解，嘎吱，我相信你，你终究是我的心目中的目标。从我以前还是死同怀的时候，我每天看你的实况长大，含辛茹苦，我觉得你打的真的是好。其实你的技术、观念、操作也是一等一，你只不过是在实况上做效果，所以故意打的差，嘎吱。其实我每天看你的实况打手枪，你打的真的是好，我最爱你的嘎吱，拜托各位，拜托嘎吱，你这一场他大概8.7%，没关系，嘎吱，我相信嘎吱，这已经是嘎吱最强的角色了，我知道你嘎吱，这一场你就让我赢，让我去上课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嘎吱说会送我下去，干你娘，嘎吱，我们这么熟了，这场赢了你就霍斯特嘎吱播。嘎吱，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这么熟了，真的是不要这样子对待我，白痴！我们这边两个实况组，对面不会看实况，我机器剁下来，抓得到我机器剁下来啊！我们这边两个实况组怎么抓，怎么看得到？打得好，打得好，看得真好，不错。化掉盖后，我就说我跟嘎吱两个一心合体，我们两个同时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我们只会玩一只角色的人，我们同时在一起，我们绝对是天下无双。打得真的是好，打得真的是好，嘎吱，我就说我们两个，其实我们两个应该要合体的。我都是那个，我跟嘎吱都是，你们不要觉得我跟嘎吱那个其实是没有拿刀互砍。其实我们都是床头吵，床尾合体啊，开玩笑，我们这样跟他吵完，马上就可以合体了。你说大家觉得我跟生之嘎吱丑人，恨不得拿刀互砍，没有，我跟生之嘎吱好的嘞。小胜，接安少少的10块。
床头吵，床尾吃包皮。两块钱好十块。我闻到合作社的味道了，我闻到庄敬的味道了，闻到庄敬的味道了。有了老师，我快来了，我快来了。我们四杠，我们二杠五。老师，我闻到庄敬的味道了，闻到庄敬的海鲜味了，有感觉，有感觉，这样赢定了。有一种，有一种好感动的感觉，大家一起帮我借安少少的十块。快放八加九之歌。哇靠，这个人真的是只差没帮他吹了。哇！哦干！怎么又走远了？我靠！哇！嘉盛刚才老师说你我是被诅咒了。嘎兹说你是他粉丝，为了吸引他注意，一直闹他才被班游爱生恨。真的，我爱嘎兹，谢谢嘎兹，嘎兹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这一场要好好打，嘎兹 carry 我，拜托你 carry 我这一场，我爱你啊。我爱你，我是由爱生恨啊，你知道我以前多爱你，开玩笑。明天考试，明天考试，明天去，明天去，明天去。我今天就会去了，我今天就会去了，我今天去了，没有八点而已，够。我等一下就去学校了，去去，我要去，不管，这是我的坚持。九点而已，才是可以上一节课。明天自己来办公室找我写休学单。谢谢导师的十块，我不会，我一定可以去学校的，我一定可以去学校的。就你毕竟不是靠一个不露脸啊，你不露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观众，你是露脸之后才有观众。其实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你那一张脸才帮你开实况。那其实你这个你要自己有一些那个、啊，自己有一些想法，自己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，并不是我讲而已啊。但我不反对靠露奶，比如说你看什么小鹿大人啊，什么东西的，他们那些露奶的女实况主啊，我完全不反对靠露奶来增加自己的那个增加自己的曝光性，因为这是一个那个什么，这是一个那个议题哦。你靠露奶增加自己的曝光性，就代表你靠露奶露脸增加你的曝光性，因为实况界这个东西本来观众都已经被划分的差不多。如果你今天没有视讯，没有脸，没有奶，谁要点进来看你的台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制造话题，好像大家进来看你的台，然后再让你再慢慢把衣服穿回来，用你的操作，用你的技巧，用你那些把它留住。那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、哦。那你谢谢大家，可以上课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有办法 host 生之嘎吱，哎，我被嘎吱永变了，我没办法 host 他。